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Jenna。平时吃下午茶都会吃到英式松饼，今天就教大家用气炸锅都可以轻松整到，我们即刻开始啦。我即刻同大家试下咩味啦。英式松饼口感好松软，边位仲保留咗唔少酥脆嘅感觉，而且再配上果酱咧，就更加好味啦。这个英式松饼除咗可以当下午茶之外，嚟做早餐咧，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。大家都快啲试下啦。Yoo-hoo！